神采人物的，一个碗啊，民国时期底下会有一个款，这个呢还相对来说比较完整，逛了半天地摊的，看见这么一个完整啊，这卖多少钱啊？这个，这个多少钱？马上就能过来。没在，玩去了，老板串摊去了，画的不太细部，人物看点不太好。这多少钱啊？这块就很少，少一分不卖。少一分不卖。画的不太好。民国没毛病。啊，是民国的，就是画的这人物看点不太好。四百块，都是烙着挖着的。看这个呢，这个花菇，这贵，这个贵，这个东西不对，仿雍正的啊，雍正的一个花菇，东西是倍儿漂亮啊。这花菇呢是一个仿品啊。碗呢，400块呢倒是不贵啊，就是这个开脸呢实在是太不好看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开脸好的话，价格呢肯定就过千了。行了，好嘞。一分价钱一分货吧。这几个盘子都是老的，这个盘子哈，可惜了啊。这个盘子也是老的，东西没有问题啊。上一期有一个藏友啊，说这种面亮的哈，说是那个龙盘哈，我说是老的，他呢说，一见龙盘就说是老的。其实这种东西它是非常开门的老货啊，一眼老，包括这个底胎，大家看了吗？典型的我们清早期的底胎啊，一眼老的老货。别看这釉面亮，康熙的时期就是这种锦皮亮釉这种感觉。来，我给大家看看，这个呢是个卖钱币的啊。虽然老胡哥不是很懂钱币，但是呢，他的这些钱币呢，没什么真东西。可能挑来这几个铜钱，这个铜钱是真的。你给多少钱？这个铜钱。你四个给多少钱不离？但是呢，其他的都是仿品。就是，你给个价，你给多少钱？你也不贵，你给多少钱？这不是，像那个姓，他打开不查过，给你拿东西吧。